啦啦队员牵制喧嚣合集。这边的话，我们用啦啦队员溜一下那个喧嚣，看谁跑得快，好吧？有曲选的，然后对面是电梯小提琴玩家，好，然后我们你是不是又在透露啊？呀，你怎么知道？因为我压聪根明。视角没看到你那个。没有你是偏要我到风发声，哎呦！你再这样追，我就要发动我的无脑技能了。我哪？不要无脑啦！啥是实力呀、啊，兄弟，还闹啥呀？分他身东技西能还玩，是，哎呦我操，给，还行，白球没给到，我服了。这个。哇操，这也行啊！好羸弱啊，这白球白给了。上把的话是真的大意了，然后我们这边是第二把。啊，兄弟，你等着我呀！我去来了，我们直接打点。哎，走吧，走吧。哎，你的移速应该没这么慢吧？我以为你要绕那个。对，要大方。对，然后就。打不到。我技能都还没用，我是不是应该不要太省？你应该转一下轮盘。烂，你除非转轮盘，不然搞不到我的。别打我了，别打我了，我错了。哎呀，算了。这个开门战也是有一定的压制力的。行，不是，你这边的知道我话就第三把，我多少方吗？你原方所有障碍都拉我身上了。不审了，直接跑了。不演啦。我扛了两万七。好了，你他俩看到你不演就像看到瘟神了，直接开溜了。不演了，直接拉到小房。嗯，我一万六，六千血都扛不住我。不仅拉到小房，我还用技能。你看，等会儿看我。你得调一下那分身的位置。他那个分身没封住，要是封住的话，我们这边应该至少两个球了。进板区看能不能牵制一会儿吧。这个角色还是得看分身能不能放得准。这监管没办法隔窗的，隔窗隔板的。你怎么这么的好骗？我为什么不能好骗一点？我就不能单纯一点吗？嗯。哎呀，坏了！红跟黑在这里，贴这边。啊！服了。你妈的！别碰我了，你碰我他妈死！我去！哎嘿。手链度的问题，你好像还没转过轮盘吧？我操！你他喵！这边的话最后一把，然后监管选的是墓地，好，确定要追我们了。技能早用早 CD。哎呦，刚才应该能那个等不到的。哎呦，骗到我了！你还想封我路？这边分身的冷却时间是多少秒来着？好像是七秒吧。12秒。12秒。那应该是我记错了。
哎呦我翘。嗯，这么过去？这打不到的，你分身隔墙。嗯，我去。分身，啊，出事了。哎。来转盘吧，转盘转，这打得到吗？打不到，转，给我转，收到。